一开口语出惊人，得罪朋友打碎玻璃心。这女朋友就说：“你怎么把我拍那么丑？我这么高也把我拍成武生。”她飘过去说：“真的拍得不好看。”就跟那女生说：“可是你这样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”有一个比较长辈的朋友，她拍照就是爱用广角。那个女生朋友也是走过来就说：“用广角拍照真的很老哎。”她就说：“广角怎么了？每天都在嫌我老。”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